系 Ken， 我系一字阿宇。前两日嚟咗台湾啦。香港人嚟台湾主要都系食美食啦，咁但系其实可能错过咗好多一啲嘅outlet喎。咁今日阿宇特别带咗我嚟一个好难得可以嚟到嘅一个地方，我们先出发吧。好，一二三，跳！等等，我哋今日嚟咗呢一个华泰outlet入边嘅 Slowy， 买到一啲打自己内衣裤。咁我哋一齐入去睇下紧入边会卖几平啦。無論是一些可愛的款式啦，又或者一些奢侈的款式啦，它都會有齊的。有啊。咁呢度一系列的內衣褲咧，全部都是390元起的。阿遠，如果是你的話，你覺得哪一款我會喜歡？我已經看到了，我覺得 Ken 會喜歡這種，就是簡單款的。你確定？因為我覺得你一般的穿衣服的 style 就是喜歡這種啊。啊。對吧？對啊。啊，不一定哦，但可能我里面都很很开心啊。对，我觉得阿元应该是喜欢，我知道阿元是喜欢可爱的，我觉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我会喜欢什么啊。可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图案的这一种 WiFi， 对，或者是反正就是有小图案，对，也是简单风，比较亮，比较韩妞一点的。咁佢除咗内衣之后咧，佢仲有一系列嘅小内裤，咁佢有唔同嘅颜色啦，唔同嘅款式啦，咁佢就唔系就系得呢啲好可爱风嘅喎，即系好韩哦，对，好韩，就是可爱偏可爱的，对，然后这种也是可爱可爱的，而且它上面这边都会有那个小图案啊，对对对，好可爱，这一条，对，但是。有些也有蕾丝，所以就可爱中带有一点小性感。对，佢嘅 size 方面咧，佢系冇 S 码，但系佢系由 M 码去到 EEL 码都有齐嘅。因为 M 码啦，咁佢下面嗰层就系 L 码，咁佢 L 码咧都有其他唔同嘅款式噶。然后佢有啲再大胆少少嘅 lace 款啦，它是其他的诶，其他的样式。跟 M size 的又不一样，哇，这个好看哦，这可爱，这可爱可爱。佢因为佢材质咧，其实佢系100% 纯棉噶，同埋佢系呢一个无缝线嘅一个设计啦，所以咧你着上身嘅时候咧，你就算着一啲好贴身嘅裤，都会唔会好明显咁样显露到你一条底裤痕喺入边？好好，我们选一款，你觉得我们对方会喜欢或者适合的内裤？你应该穿 M 就好了吧？来，我来猜。Cat 会喜欢 我觉得 Cat 会喜欢这一件，因为在我的影片呢，刚才 Kate 他有说，就是如果是欧巴穿内裤的话，他觉得就是欧巴可能穿这种颜色的内裤，他就会觉得很不错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这种内裤的颜色。你可以跟欧巴，这不应该是粉红色吗？可以配一套，啊，配一套。啊，我觉得阿元的话，选一个黑色的，欸，一个黑色，欸，其实我会选黑色的，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图案。也是走一个可爱风，那我觉得女生的话，内裤肯定要有一条黑色的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黑色的。咁另外仲有啲再平啲嘅精选女装小内裤咧，就系喺呢两个篮入边噶，咁可以入边喺度寻宝啦，就揾你自己中意嘅款式嘅，99元台币啊，即系港币可能25元都唔使，系25元，差唔多25元左右呢个价钱啦，真系超级平，而且它是无痕内裤，哦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咁除咗女装之外咧，咁佢仲有男装喺嗰边嘅，男仔。男生的，到宝噶喺呢度。男装咧，佢主打系啲咩咧？就系主打呢两款。咁佢一款咧，又系100% 纯棉；另外一款咧，佢就系比较滑身嘅一个手感。着上去咧就会好舒服啦，同埋好适合夏天着嘅。即系滑身有凉快感嘅啲内裤咧，喺夏天嘅时候就唔会着得好似好闷热啦。同样价钱咧，都系同女装嗰边嘅价钱一样啦，系199元台币咋。真很可惜，我现在没有男朋友。你可以先挑，然后回函我，就立刻交一个。先准备礼物给我未来的男朋友吗？对对对，挑的话可能我会挑这一种吧。啊，这种就是比较安全的，对对，对方不会不喜欢。下面也还有不同的 size 啊，同样 size， 这个 L size， XL， 佢男装另外仲有一啲都系。99元折扣优惠的内裤，一款就是紫色，一款就是粉蓝色。你摸摸看，它前面这边就是包住的，前面比较厚啊。哦，哎，是我不知道哎。对啊，前面会厚会比较好。这边都是两层布啊。啊。
不然那个你知道，就是不小心滴出来的话，它要吸水。咁即係佢喺個設計上，佢係仲係考慮埋呢一點㗎。呢間鋪頭佢係一個賣點嘅兩款內衣，就喺呢一邊啊 ，Go Go Go， 即係咁第一款咧就係呢一款，就係叫做 Zero Free 嘅一款內衣，係佢哋呢一間牌子入邊獨家有嘅一個款式內衣。咁佢嘅材料咧係嚟自於日本啦，仲有三年專利添。佢嘅特別之處係啲咩？首先就係佢又冇縫線痕嘅，咁所以咧你著上身嘅時候一嚟舒服啦，二嚟就係你著一啲貼身衫嘅時候咧，你係又唔會有一個突出嗰種 bra 嗰個 bra 帶出嚟咧，即其他人一望就望到你係著緊一件點樣嘅一件內衣，但係佢就唔會嘅。你有穿過這一類型的內衣嗎？我沒有穿過這一類型的，可是我光摸我就覺得很舒服。通常都是穿鋼圈的女生的，這個沒有鋼圈。係啦，我自己都係冇著過係冇鋼圈嘅一啲 bra 嘅。咁佢入邊淨係會有一塊墊嘅，咁所以你旁人可能望上去你會覺得啊，咁啊好唔安全咧，好似會搏嚟搏去嘅感覺。但係咧，佢嘅設計上咧就係想俾人有一種佢唔會好拘緊啦，即係俾人有一種可以好輕鬆自在咁樣去著住一件內衣出嚟。咁所以佢係好適合。可以在瑜伽啦，同埋瞓覺嘅時候著嘅。咁佢呢度一件咧，佢原價係1280台幣，但係佢依家折扣優惠係799。好便宜啊！六折。對，幾乎六折就可以帶回家啦。第二款佢哋好主打嘅一款咧，就係呢一個 Motion 系列嘅運動內衣。我自己一路都好想買一件運動內衣嘅，但係因為你運動內衣你一件優質嘅內衣咧。都唔平個價錢，一樣都係有吸收排汗功能嘅，但係佢有一個我覺得最吸引我嘅點咧，就係佢一個有個透視感覺，因為有一啲女仔可能著運動內衣出街嘅時候咧，佢覺得可能會覺得一啲都唔性感啦，好冇魅，即係好冇女人魅力啦，咁所以咧佢係會有微微嘅性感。在呢個設計上嘅，後面咧佢呢度仲有一條橡筋帶，所以你就不會怕佢運動下嘅時候無啦啦個扣甩咗落嚟，然後就會我知道就爆開。價錢方面咧，佢原價係同樣又係1280台幣，依家又係折扣優惠599咋，好便宜，差唔多五折，五折就可以帶翻屋企啦。是我覺得我一定是會買回去的，我相信大家過來購物的時候都是特別喜歡這個折上折的，那它這間店舖同樣都是有這個優惠，只要你買滿2000台幣它就會有850的優惠。對，哇，我穿上身咧，真係完全有一種係好似冇著緊內衣嘅感覺。喺瞓覺嘅時候啦，或者你喺平時活動上咧，你真係唔會有一種局促或者有一種扳緊住你心口嘅嗰種感覺。特別如果你夏天嘅時候咧，呢件衫真係非常之適合你。如果你係唔中意局促嘅嗰種人，同埋佢彈性好好，彈性超級好。你穿起来感觉怎样？很舒服啊，对，而且就是因为没有钢圈，所以这边就觉得不会有那种勒勒的感觉，想要直接穿着走出去了。已经拣好紧我要买啲咩内衣同埋我嘅内裤啦。咁我依家买咗几多条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包九条内裤同埋一件运动内衣。好，谢谢。咁我依家要俾钱啦。咁我折完之後咧，個總數係2467，佢原價係我真係唔知原價幾多，反正就係佢本身係6折啦，跟住再滿2000咧，再8-5折，然後最後得出嚟就係2400+咋。我買啲賣運啦！咁今日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咁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 like 啦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另外仲有一條片咧，都喺阿圓嘅 channel 入邊係有我嘅出現噶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要去埋佢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埋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安妞。